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卷第122，唐三藏法师玄奘，奉诏译，初分较量功德品，第30-20。世尊，云何以空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庆喜空解脱门。空解脱门性空，何以故？以空解脱门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相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庆喜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何以故？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空解脱门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世尊，云何以空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庆喜空解脱门。空解脱门性空，何以故？以空解脱门性空，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相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庆喜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何以故？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庆喜由此故说，以空解脱门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世尊，云何以空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庆喜空解脱门。空解脱门性空，何以故？以空解脱门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相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？庆喜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何以故？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
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空解脱门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世尊，云何以空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庆喜，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性空，何以故？以空解脱门性空，与彼菩萨摩诃萨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庆喜，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何以故？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与彼菩萨摩诃萨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空解脱门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空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庆喜，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性空，何以故？以空解脱门性空，与彼无上正等菩提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庆喜，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何以故？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与彼无上正等菩提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空解脱门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庆喜，无眼无眼性空，何以故？以无眼性空，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庆喜，六神通，六神通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六神通性空，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无二，
无二分故，庆喜由此故说，以无言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、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庆喜无眼、无眼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眼性空，于彼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、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庆喜六神通、六神通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六神通性空，于彼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、无二分故。庆喜由此故说，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、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庆喜无眼、无眼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眼性空，于彼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、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庆喜六神通、六神通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六神通性空，于彼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、无二分故。庆喜由此故说，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
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、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、集、灭、道圣地，庆喜无眼、无眼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眼性空，于彼苦、集、灭、道圣地，无二、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、集、灭、道圣地，庆喜六神通，六神通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六神通性空，于彼苦、集、灭、道圣地，无二、无二分故。庆喜由此故说，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、集、灭、道圣地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、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庆喜无眼、无眼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眼性空，与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无二、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庆喜六神通，六神通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六神通性空，与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无二、无二分故。庆喜由此故说，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、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地定、十遍处，庆喜无眼、无眼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眼性空，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地定、十遍处，无二、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地定、十遍处，庆喜六神通，六神通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六神通性空，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地定、十遍处，无二、无二分故。庆喜
由此故说，以无言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地定、十遍处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、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庆喜无眼、无眼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眼性空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无二、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庆喜六神通、六神通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六神通性空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无二、无二分故。庆喜由此故说，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、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庆喜无眼、无眼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眼性空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、无二、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庆喜六神通、六神通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六神通性空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、无二、无二分故。庆喜由此故说，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、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眼、六神通。庆喜无眼、无眼性空。何以故？
以五眼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庆喜六神通，六神通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六神通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无二无二分故。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庆喜，无眼无眼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眼性空，与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庆喜，六神通六神通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六神通性空，与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庆喜，无眼无眼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眼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庆喜，六神通六神通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六神通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
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庆喜无眼无眼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眼性空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庆喜六神通，六神通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六神通性空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无二，无二分故，庆喜由此故说，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庆喜无眼无眼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眼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，庆喜六神通，六神通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六神通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无二，无二分故，庆喜由此故说，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无耳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庆喜无眼无眼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眼性空与彼菩萨摩诃萨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庆喜六神通，六神通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六神通性空与彼菩萨摩诃萨行无二，无二分故，庆喜由此故说，
以无言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眼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庆喜，无眼无眼性空，何以故？以无眼性空与彼无上正等菩提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六神通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庆喜，六神通，六神通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六神通性空与彼无上正等菩提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无眼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。庆喜，佛实力，佛实力性空，何以故？以佛实力性空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。庆喜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性空，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
胜亦空，有为空，无为空，毕竟空，无际空，散空，无变亦空，本性空，自相空，共相空，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，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。请习佛实力，佛实力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佛实力性空，于彼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？大慈，大悲，大喜，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胜亦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亦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请喜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，大悲，大喜，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，大悲，大喜，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，大悲，大喜，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性空，于彼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请喜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，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。请喜佛实力，佛实力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佛实力性空，于彼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？大慈，大悲，大喜，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，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。请喜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，大悲，大喜，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，
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性空，于彼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、无二分故。清喜，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？庆喜，佛实力，佛实力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佛实力性空，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？庆喜，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性空，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？庆喜，佛实力，佛实力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佛实力性空，与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？庆喜，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四无所谓、
四无碍解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性空，与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、无二、无二分故。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地定、十遍处。庆喜，佛实力、佛实力性空，何以故？以佛实力性空，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地定、十遍处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无所谓？四无碍解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地定、十遍处。庆喜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性空，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地定、十遍处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地定、十遍处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庆喜，佛实力、佛实力性空，何以故？以佛实力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庆喜，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四无所谓、
四无碍解，大慈，大悲，大喜，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，大悲，大喜，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性空。与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无二分故。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庆喜，佛实力，佛实力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佛实力性空，与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，大悲，大喜，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庆喜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，大悲，大喜，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，大悲，大喜，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，大悲，大喜，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性空，与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无二分故。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庆喜，佛实力，佛实力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佛实力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，大悲，大喜，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庆喜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，大悲，大喜，大舍，
十八佛不共法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无二无二分故。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庆喜，佛实力，佛实力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佛实力性空，与佛实力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庆喜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性空，与佛实力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佛实力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庆喜，佛实力佛实力性空。何以故？以佛实力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
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清晰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由此故说，以佛实力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